我们需要你帮忙选一些方块，你能帮帮我们吗？啊，好的，戴诺，我们走吧。让我们拿起上面有数字一的黄色方块。啊，嗯，现在让我们把它放进黄色反斗车。让我们拿起这两个红色的二号方块。让我们把它放进红色翻斗车。戴诺，你做得越来越好了。让我们拿起这三个绿色的三号方块。让我们把它放进绿色翻斗车。让我们拿起这四个黑色的四号方块。让我们把它们放进黑色反斗车。让我们拿起这五个粉色的五号方块。让我们把它们放进粉红色的反斗车。让我们拿起这六个紫色的六号方块。让我们把它们放进紫色翻斗车。让我们拿起这七个蓝色的七号方块。让我们把它们放进蓝色反斗车。让我们拿起这八个棕色的八号方块。让我们把它们放进棕色翻斗车。让我们拿起这九个橙色的九号方块。让我们把它们放进橙色反斗车。让我们拿起这十个紫蓝色的十号方块。让我们把它们放进紫蓝色反斗车。
干得好，戴诺，我们今天学到了这么多的颜色和数字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再见，我的朋友们。你好，戴诺，今天你想学习颜色和去看火车吗？太好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火车是红色的。啊哈！火车是黄色的。啊哈！火车是蓝色的。哦，火车是橙色的。啊哈。火车是绿色的。火车是紫色的。火车是粉红色的。啊啊！太好了，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的颜色。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橙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粉红色，让我们在下一次新的探险中见。